第四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冷的铁锁，热的雪》，词曲作者王小岭、刘琦，演唱者玉月月，做客艺术人生。您为了创作重走过长征路，每个红军战斗的地方都有一座丰碑。这是一首向80年前那些一往无前的勇士们致敬的歌曲。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永远不要忘记过去长征这种精神。红军精神就是一种不放弃的精神。现场呢，来了不少的接班人啊。80年后的今天，孩子们永远铭记不朽的长征精神。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是凭着什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征集推广活动特别节目的录制现场。我们都知道，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的征集推广活动是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组织实施的。几年来呢，共有4个批次的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入围，并且得到了推荐。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其中的两首，也是第四批入围的两首歌曲，《冷的铁锁，热的血》。思路，首先要介绍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冷的铁锁，热的血》。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这首歌的词曲作家和演唱者，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词作家王小岭、著名曲作家刘琦和优秀的青年歌手于月月，有请三位。小岭老师好。你好。刘琦你好。你好月月。你好你好。欢迎三位。2016年10月19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上，一曲《冷的铁锁，热的雪》震撼了现场的观众。这首不到3分钟的歌曲，展现红军将士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将人们再次带入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首先要感谢你们用自己的心血、情感为我们创作了这样一首能够代表我们中国人内心情感的歌曲。先给大家一一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首先要介绍的是王小岭老师，三唱周总理，大家都听过吧，上点年龄的人恐怕都会唱这首歌啊。像风雨兼程、咱当兵的人，都是出自王小岭老师之手。给大家介绍一下著名的曲作家刘琦老师，比如说今夜北方飘着雪花啊，像这个光荣忠诚之歌等等等等啊，都是出自刘琦老师之手。那于月月呢，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于月月唱了很多歌，但是呢他一直心里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在音乐剧的舞台上能够有所建树，而且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为兵服务。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首主题歌《我和你》，首唱就是于月月。谢谢。后来我们听到的是刘欢老师唱的那一版啊，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大家喜欢，跟月月在这之前所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让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欢迎三位。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冷的铁锁，热的血》，一听这个歌名我们就知道它应该跟大渡河有关，所以呢想请三位用你们各自的方式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毛泽东主席最著名的诗篇《长征七律》里边有两句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这个革命就直接来自毛泽东诗词。好，谢谢大家。冷的铁锁，热的血，这首歌是我跟小林老师我们合作的一首我们认为很用心的一首歌曲。我们是用这首歌希望能够
让所有人都记住我们牺牲的这些红军战士。月月，我作为一名80后的青年的歌唱演员，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我融入了很多我在音乐剧表演上的经验，用我的歌声重现当时那惨烈的一个景象，然后呢也是希望通过我的歌声呼吁大家不要忘记那段历史，红军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我们永远的财富，谢谢大家。好，说得好啊。接下来呢，通过大屏幕一起先回顾一下这首《冷的铁锁，热的血》。当最美的青春完成涟漪，融进不息的江水里，当最美的夕阳化作战旗，映在不灭的火焰里，谁能告诉我是因为什么而又相思而生的勇气，人们都知道是凭着什么赢得九死一生的洗礼。引不上河千万里，冷的铁锁，热的血，就这样成为传奇。冷的铁锁，热的血，引不上河千万里，冷的铁锁，热的血，就这样成为传奇。我知道小岭老师，您为了创作，曾经真正的重走过长征路，嗯，是这样吗？对，10年前。要说起来这个红军的长征啊，和我本人和我所工作单位都有很深的渊源的。我们是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也叫战友歌舞团，嗯，是创作过长征组歌的单位。也可以说我从小啊就是听着那个长征组歌的这个熟悉旋律长大的。等到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时候，去的几个地方，瑞金、于都、遵义，还有沿着大渡河那样过去，最后又到的这个会师的地方，哎，到会宁，最后到的延安，就是这一线。当时啊，还能沿途还能看见一些老红军战士，比如在大渡河的那个河边就有老船工，嗯，老船工不能划船了，他的后代还在继续划船呢，当时已经80来岁了，10年以后，估计这些红军们在的最年轻的也90多岁了，所以就时光过去了，可是大渡河水依然奔流，铁锁依然横在大渡河上，这历史的遗迹。还在当时还被在发扬光大，长征一路树了很多丰碑，每个红军战斗的地方都有一座丰碑，嗯，所以走那一路应该说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对，刘奇老师，我们去采风体验生活，见了这些老红军战士，他都很乐观，
就戴着八角帽，有一个老奶奶已经80多岁了，就唱红军当年的歌曲，她就是要告诉别人不要忘掉过去，要不忘初心。的确是好，两位老师都说了，一个80后啊，我问你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在你的心里你怎么理解长征精神？我觉得红军精神就是一种不放弃的精神，真的，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如果有那种不放弃，就像梦想，如果你不抛弃它，它不会抛弃你的。我觉得你说的还真是挺对的。我想无论到任何时候，即使你面对再多的选择，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小林老师，从小您的梦想是什么？梦想读好书。读好书。这个当时叫科技报国。就要当一个科学家。当科学家、啊、当然后来又从军报国。对，从军报国也一样哈、我知道您当时在创作这个西柏坡组歌的时候，对，是9次还是10次去了西柏坡？对，是的。是吗？是。您去那么多次意义何在？因为当时我们要完成一部组歌嘛，西柏坡组歌、西柏坡有很多老区人民啊，也给我们印象特别深。这老区人民你去一次啊，有时候就有不同的这种收获。比如我们第一次去，或者前两次去，主要看一些展览馆、纪念馆，看一些这个当年战斗的生活的原址。越随着次数深呢，我们就逐渐深入到太行山区去了，里边还住着当年的那个这个老百姓，他们就是当年怎么支援解放军的，怎么样保持一种共产党怎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呢？这里面能发现很多故事。这个现在我们要是两个永不，永不脱离群众，永不动摇信仰。我们习主席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赶考永远在路上。所以西柏坡精神和我们中国梦、强国梦的精神是一脉相传的。在您创作的众多的这个歌曲啊、艺术作品当中啊，如果我给您出一个小小的难题，请您在现场为大家哼唱两句，或者请您在现场为大家吟诵两句您的歌词，您觉得您脑海当中瞬间闪现出来的应该是哪一首？就说近十年吧，写的军歌比较多。比如说今年央视春晚，咱们三军仪仗队和咱们那个海陆空军的文艺工作者们唱的《当那一天来临》，这可能离得最近的一个，离得最近的啊、那我就能唱出来了啊。那您来两句怎么样？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的号音，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谢谢小林老师哈。那我问一下刘琦老师，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呀？我的梦想说实的话很简单，当时很小，十几岁开始我就想当兵啊，因为对军人的那种崇拜，心骨子里边就想当兵。结果我真是还是当兵了。当兵了以后我的梦想是什么？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文艺战士，合格的作曲家，有造诣的作曲家。到今天我可以讲，在部队的这个大熔炉里边，我这个梦想实现了一半，没全实现啊，还有一半，我觉得这一半是永远完不了的。我需要我们永远去探索的，就是要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音乐事业写出更好的歌曲，喜闻乐见的歌曲。这个是永远这条路走不完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征精神，它是永远在路上。像你刚才说了，永远在路上，只要生命在，这个路就要走下去。对，那接下来该问问月月哈。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还挺多的，2-3年一变，是真的。然后但是我有一个梦想是一直支撑到现在，就是我在从事的这个音乐剧的事业。舞台梦嘛，其实是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包括现在这个社会也相对浮躁，其实是很难坚守的。我演音乐剧其实很多时候几乎是回报很少，但是我一直在演，保证每年还是要2部。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呢，我和你擦肩而过，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你心里留下的是什么。反正刚才我觉得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一直在笑，是吗？你好像是脸上在笑，但是呢，眼里已经这个浸满了泪水啊。是这样吗？现在应该释然了吧？对，释然了，因为时间太长了嘛。当时我和你不是一个地球嘛，然后还让我去彩排来着，我还彩排了六次，审查了三次，最后跟我说你不用来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总会闪光。对对对，啊，那这样吧，那个我和你，当年在鸟巢的那大地球上没唱成，今天在我们这只大眼睛前唱。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谢谢。我听说月月还在做着一件事儿哈，现在就是能够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在帮助着自己家乡的孩子实现音乐的梦想，是这样吗？是，因为我们在江西嘛，我说了很，还是很多地区是很落后和贫穷的。然后呢，确实有在一些学校有很多爱唱歌的孩子，或者是爱乐器的孩子，他们真的是除了学费之外，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钱来去学习其他的东西。那么我就是自己委托我的父母在江西，然后呢，定每月给他们，送去一点帮助吧，能让他们别放弃梦想。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是，其实，这个，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有限。嗯。但是我们这个有限的力量，聚集起来的时候，能量就无限了，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每一个力量有限的人所献出的这种爱心。第四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冷的铁锁，热的血》，词曲作者王小岭、刘琦，演唱者玉月月，做客艺术人生。您为了创作重走过长征路，每个红军战斗的地方都有一座丰碑。这是一首向80年前那些一往无前的勇士们致敬的歌曲。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永远不要忘记过去长征这种精神。红军精神就是一种不放弃的精神。现场呢，来了不少的接班人啊。80年后的今天，孩子们永远铭记不朽的长征精神。精彩内容正在播出。是凭着什么？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啊，到底怎么样让它在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心里扎下根儿来，并且生根开花？我觉得长征精神啊，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集中代表，就是我们的这种勤劳、勇敢、艰苦卓绝，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是一脉相承，5000年来就是这样的精神。只不过在长征过程之中，以年轻的红军将士、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红军为代表的，它是最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这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好，那问一下刘琦老师，您有没有思考过长征精神跟时代精神怎么样能够有机的结合？长征精神说实的话，到今天已经80周年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的感悟跟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感悟是不一样的。习主席提出了不忘初心，是不是就是要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长征这种精神。我们过去走着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我们今天社会发达了，经济发达了，啊，话说回来了，有了钱了，腰粗了，信念不能变。好。
好，说得好啊。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请于月月为大家演唱《冷的铁锁，热的血》？不息的江水里，当最美的夕阳化作战旗，映在不灭的火焰里，谁能告诉我，是因为什么而又相思而伤的勇气？人们都知道是凭着什么赢得九死一生的洗礼。冷的铁锁，热的血，饮不山河千万里，冷的铁锁，热的血，就这样成为传奇。冷的铁锁，热的血，饮不山河千万里，冷的铁锁，热的血，就这样成为传奇。冷的铁锁，热的血。我们现场呢来了不少的接班人哈，零零后的孩子，他们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问一下孩子们，中国诗词大会，对吧？你们喜欢吗？喜欢。喜欢啊，太好了。在那个诗词大会当中呢，我们听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古诗词。那今天我们在这儿，咱们来一个以长征为题的诗词，好不好？好的，你看马上就举手的哈。哎呦哎呦哎呦，这么多呢哈，这太好了。来来，七绝莫干山，毛泽东。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无题聂荣臻，安顺即抢渡，大渡永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七律乌兰夫，共话长征一夕年，朝朝塞北望江南，行踪其正敌为破，信息浮沉名义浅。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雾蒙磅礴走泥丸。金山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好的，谢谢孩子们啊，谢谢孩子们。我知道来的时候啊，老师给你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对吗？让你们以长征为题做一张画，是这样吗？画好了吗？能展示给我看吗？来，我们一起看看哈。这就是孩子们心里的长征。在孩子们的心里，长征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是那样的，但我想无论如何，这就是一种传承。就像我们现在把一首首古诗词背记在心里，也许我们不理解，但我相信终有一天，那个在你心里牢牢扎下根的东西就会开花结果。再次的谢谢孩子们，放下吧，谢谢你们。我觉得这是送给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最好的一个礼物。我们一直在说长征，
一直在说长征精神。嗯，其实我觉得时代的不断的在发展，但长征精神一定是不朽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分享《冷的铁锁，热的血》这首歌以及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也要感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一次的谢谢三位，谢谢。第四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思路，词曲作者印青、屈原，演唱者玉月月，做客艺术人生。当年的明月，第一句话，照着那条路，关山险阻，屹立向晚霞。从天路到丝路，他们的歌曲紧扣时代的脉搏。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让我自己激动，其他人感动，这是我的梦想。对，我们个人梦也是伴随着整个中国梦成长。他们合作了几十年，却第一次在舞台上合唱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精彩内容正在播出。一路到天涯。那接下来呢，我们非常荣幸地为大家请到了第四批入围歌曲的两位著名的词曲作家，他们就是入围歌曲《丝路》的词曲作家印青、屈原。来，掌声有请二位。印青老师好。你好，你好。屈原老师好。你好。歌曲《丝路》是为2015年春节晚会创作的歌曲，它是军旅词曲作家屈原、印青再次合作的又一经典之作。关山险阻，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一经推出就让人耳目一新，它凸显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把丝绸之路打造成繁荣通商合作之路的情怀。远方传来了声声驼铃和呼叫。首先要介绍的是印青老师，当兵的历史，天路，西部放歌。屈原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传说、天路、西部放歌等等等等吧，太多了。两位老师合作的作品也是耳熟能详的就有很多，所以在这里呢，再一次的这个欢迎你们二位来到这。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叫《丝路》。丝路啊，那先请两位老师用以你们的方式给大家推荐这首歌。这是为了配合国家的这个打的方略，一带一路这个打的方略呢，我们就是专门这个受约写的一首表现丝绸之路的这样一首作品。对，主要还是老的丝绸之路，然后又充满新的憧憬，就是表达这样一种感觉吧。不是，我就推荐歌词嘛。这歌词写得好啊。我看第一，我当年的明月，第一句话啊，照着那条路，关山险阻，屹立向晚霞。当那个那我一看，哎呀，这个感觉就非常好。我们俩太默契了，合作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我想要什么他也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感觉啊。所以他一写，我一看，基本上就是一步到位了。所以当然在写的过程中，我音乐也动了很多心思，后来写完以后我自己觉得很满意，弄了小样发到他微信里啊，然后他给我回两个字，嘚瑟，是我嘚瑟。一般呢就是说是我要动笔之前呢都和他有一个沟通，两个人基本上取得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之后我才动手写词。我写的时候本身也会考虑到，哦，印青他作曲的时候会怎么呈现啊，会给他有没有什么难题，自然而然的写的时候呢，把这些就已经成了不用再去考虑的一些客观条件，一些先决的条件，所以写出来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基本上是要改动的很少很少，越写
越可以说是越行越默契吧，所以走的弯路就少。哎，对对对，是这样。接下来呢，通过大屏幕一起先回顾一下这首《丝路》。这条路，关山险阻，屹立向晚霞，多少苦寒，多少风沙，远方传来了声声驼铃和胡笳。是那条路，如今又出发，万里坦途，一路到天涯，梦在穿越，心已到达，眼前绵延着锦绣，锦绣的神话。丝绸铺出的路啊，花雨在飘洒，古老的传奇掀开了面纱，掀开了面纱。丝绸铺出的路啊，连接你我他，走过的地方，走过的地方，遍野繁华。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对，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自己的表达，那自己的主张，对对对。那么在《丝路》这首歌当中，你们的表达，你们的主张是什么？我本身又是陕西人，就是咸阳的陕西的乾县人，我们门口那个312国道，实际上呢，这个也就是重要的丝路在今天的呈现。那么就说是参军入伍呢，又是在酒泉嘉峪关，就是兰州军区河西走廊那一片，在那边生活了十多年，那就更不用说，那也是丝路继续往前延伸的一个重要的经过地。丝路是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很大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就是怎么写，老实说我自己心里边是没把握的，真是不大好写。丝路它是一个传统的很有历史的，对于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富强，应该说是这个休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命题。当我看到他这个歌词以后，当然我也想的也很多，当然我想的不一样，一个是技术层面上想啊，更重要的还是在这个音乐上的内容也想的比较多。这个因为丝路这歌写在过去就有很多人写了，我觉得这首歌不能把它写成一个风光歌曲，其实我觉得画面感当然需要，最重要的还是一带一路，丝路它是象征着一带一路，我们今天写丝路是象征着一带一路，它还有一种向上的，还有一种希望，还要看到一个美好的一种憧憬，还要有一种力量，这几个方面都要在音乐中，在很有意境、很优美的旋律之下，还要体现出一种这样的一种感觉。我正是有这种感觉。你看，现在我们的耳畔，我们的这个钢琴伴奏响起的是《天路》的旋律。对。哎，我突发奇想，你们两个人合作了那么多次，写了那么多好的歌，你们俩有没有合作一起唱过你们俩的歌？没有。天路开道，丝路在场，你们俩得合唱。从军不如从命，唱两句吧。这难得一见啊，词曲作家，而且都是这么著名的词曲作家，在这里合唱他们合作的作品。清晨，我站在
青青的牧场，看那身影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为咱家儿女送来吉祥。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带我们走进人间天堂。顷刻就酥油它会更加香甜，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好，那听完了天路，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丝路。天路跟丝路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现在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丝路的演唱者于月月。欢迎月月啊，请坐。刚才你在上来之前呀、啊、两位老师一直在说他们两个人合作特别的默契啊，那是相当的默契啊。我就一直在想，您二位在创作过程当中就没有发生分歧的时候吗？偶尔也有。有没有？有，偶尔有。那我就喜欢听这个偶尔。一是啊，可以这样说吧，一是最初有啊，二是偶尔有。我知道他的表现呢，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但是呢，我就想呢，这类题材适合他用哪种风格、哪种手法去表现？最初恐怕，比如说，我就要这样去琢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恐怕是刚刚拿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就说是和他的想象，对，和他最初的啊，哎，对对对对，是一致的。我们在大的走向上可以说是历来没有过冲突，对，有过小的一些，有过小的争执，哎，对对，但是呢没有那种冲突。咱应该这样讲，其实应该是我们两个在审美观上很一致，很一致的，哎，审美观很一致，就三观比较一致，三观一致，不仅是审美观。然后对他有些作品，有些特别词句，我觉得可以，是不是可以调整声量？对，换个另外一种说法，但是呢，就离我们现在就要求的更近了。对，他一下子他觉得非常好，这个很好，这个有。但有的时候我音乐，他有的时候音乐听，你这音乐能不能这那样一点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很好啊，这个。那还是互相补充。太难得了，我跟你讲，两个合作者能够有这样的默契啊，相互之间就我们说的所谓三观一致啊，真的太难得了。月月，那你觉得跟两个老师的合作过程当中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太有帮助了。第一是能特别荣幸的唱应老师的作品，屈原老师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听着天路长大的。然后呢，又能，我现在作为青年的歌手演唱演员也好，又能唱丝路，我觉得这是一条神奇的路，而且是一定要追寻的路，所以我觉得作为年轻的歌手能唱这个歌，我就觉得很荣幸了。觉得月，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从基层部队成长起来。对对，徐老师坦克兵，他是通讯兵，我是侦察兵。坦克兵那一段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是首届高考因为写诗落榜。因为写诗落榜，写诗落榜，作文你给人用了一首诗，写了一首诗，结果最后作文无效。我一想就是这事儿。对，落榜了之后呢，这个少年心性嘛，就说是当兵吧。当兵呢，这个也是因为诗。我记得接我入伍的那我接兵干部给我说，这个咱们那个部队啊，那个地方，在这个红柳沟。他说：“你想想红柳啊，多好听的名字，多么有诗意的名字。”他知道我写诗。就是这句话呢，让我很，就是可以说是很打动我啊，就去了。这去了，这个朱军你应该知道，去了嘉峪关外边的那个黑山湖。黑山湖，那我太知道了。黑山湖，你这个你应该熟悉的。我去过，我慰问过那儿。对呀，对对对，我也去过。那旁边那就是连一棵树也没有，嗯，就是诗意全无。
去了之后当的这个就是坦克兵。这个教导员问我说，是你这个新兵连出来你想干什么？我说最好在那个机关有什么打字员、通信员什么啊，门秘之类的活、啊、哎，对对，就是自己的闲时间比较多一点的，可以去复习一下功课，干什么参加高考。教导员当时就给我说，你当了兵，尤其到了这个坦克，到了这个就到了这个部队来说，就收起你入去高考的那个想法，要到坦克部队的技术性最强的那个专业，就是坦克驾驶员。我去就是坦克驾驶员，嗯，然后又还是在河西走廊，还是在思路上活动。那应清老师呢？当通信兵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三大技术你必须要学会：刺杀、投弹、这个射击，对对，三大技术。其实最辛苦的还是在野外作业，整个军用线路的这个维修、整修整啊，这个也是我们要干的事情。尤其是拉链部队那时候就野战线路了，那跟那个民线不是一样，那是野战。到了一个地方，各个营的线路要架设，要铺设，它不是一般的我拉个线就行了，然后它也要经过山、经过房子、经过住房都要固定啊什么，而且它还要符合打仗的需要。整个就是线路的铺设要它很讲究的。那一段时间的历练，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你们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啊？就非常珍贵的，正是那种艰苦呢，无形之中呢已经进入血脉，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如果没有最初那么艰苦的那样的艰苦的环境，艰苦的那种岁月的话，我如果最初就在北京当兵的话，我恐怕对我的人生呢是今天坐在这儿还是要说的话，可能是不大满意的，也不一定有像可以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也可以这样说，对，真的是这样。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来，让我自己激动，让这个比如说其他人感动，这是我的梦想。就是我们这部队生活是个历练，也是一个个人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中国梦，嗯，对吧？中国梦有大梦、小梦，就是有个人的梦。像我们个人的梦也是伴随着整个中国梦成长的，对，没有这个历练，我觉得你成不了大气候。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啊，因为我有在部队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将近二十年的基层，基层生活，这个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底蕴，生活底蕴。可能同样的题材，我看的就比人家要肯定要站的角度要高一点，那视野更宽阔一些，或者体会更深一点。应清老师那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也是一个一步一步的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对，月月不一样了，月月从音乐学院一毕业，就直接到了部队文工团。你听两个老师讲的这个，对你有帮助吗？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因为我还真的不知道应清老师和屈原老师在基层都有过基层的这样的对什么架线了，又是在戈壁滩了。今天是第一回听见，我很有感触的，就是应清老师说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对，然后呢，也确实是由于我们这些经历，可能幻化到作品当中来。我自己作为歌者，我也有这样的感受，肯定是经历的越多，你挫折也好，失败也好，你感受的越多。你包括我在演舞台剧也是，我肯定是生活给我的历练，我才能幻化到我的角色当中。包括演唱思路也是，我的录得那么快，我是特别能感受，因为屈原老师在他的词里给我描绘出一幅画面，我在录音的时候我是能看到那种景象，然后再加上应清老师的曲，很顺利就录完了。而且现在也能够受到大家的喜欢，我们也很开心。好，说得好啊，说了这么半天了啊，我觉得咱们有请这个于月月给大家再演唱一下思路。
传来了声声驼铃和胡叫。还是那条路，如今又出发，我们一直在说中国梦，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梦集合在一起就是中国梦。对，我想请三位给自己的明天送一句话。我觉得就是第一是不忘初心，从我学习音乐剧到现在，我会坚守这个梦想一直往下走。当然我会更创作出更好的带有正能量的更多的更好的艺术作品奉献给大家，而且也希望年轻的观众或者年轻的听众也能够喜欢这类的作品。好，谢谢。我们作为搞音乐或者搞艺术吧，他梦都是一样。女孩她的梦也是想唱更多更好的作品，献给广大的观众。我们也是想写更多更好的作品，继续再写下去，而且能够大家能喜欢。其实都一样。我像清源老师，他也是这样。他先说了，就没我说的了。我要说了，他恐怕也觉得也没得说了，达到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在这样一个其乐融融的气氛当中，和大家说再见了。为您推荐的这首歌叫《思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通过不同的途径哈来欣赏这首歌。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现场观众朋友您的陪伴，谢谢大家。